来哈，这个电梯滑下一楼，哦，装潢得很漂亮哦。啊，那大门管理室从这边进来，好，我们进来看一下格局，很漂亮哦哈、哦。室内空间蛮大的，三房啊、哦，两厅，两个卫浴哈、哦。来，这客厅这么大哈、哦，你看，重新装潢了哈、哦。你看那个天花板、地板都高质感啊、哦，这个建材用得很不错。哦，客厅有靠窗，嗯，就一楼啦，一楼的华夏管理费才800块，800块哈、哦。来进来，我们先看主卧房，好吧？来，主卧房方方正正的哈、哦，方方正正的，主卧房一定会有卫浴哈、哦。来，主卧房的卫浴，啊、哦，主卧房卫浴，主卧房来那边有靠窗哈、哦。再来，我们看第二个房间。哎，第二个房间你看方方正正的哈、哦，而且挑高，高度很够哦哈，哦，两面窗啊、哦，两面窗啊、哦，一样方方正正的，啊、哦，再来再看一下客厅，啊、哦，客厅一样两面靠窗，一面靠窗，两面靠窗哈、哦，客厅很大哈、哦，客厅跟餐厅一起使用，来共用卫浴，嗯，共用卫浴哈、哦，这个都装潢过的，很实在，建材用的相当好啊、哦，而且很通风，采光也很好。来第三间，第三间房间，你看他做了一个双拉门的修饰哈、哦，啊，一个啊很有质感，你看有三间房间呐、啊。再来客厅三间房间参观完，两个卫浴，客厅我们来看啊，他厨房设计在后面哈、哦，来进来你有没有看到？这边有个侧门啊，这一楼滑下管理费才800块，出去哈、哦、低总价啊，来你看那厨房。那厨房这边冰箱在这边啊，可以这边可以做冰箱啊，冰箱空间预留空间很大啊，厨房啊，厨具新的，有个侧门，再来有三间房间哈、啊，来一间房间双面靠窗，主卧室里面有方方正正，里面有卫浴哈、啊，一样靠窗，共用卫浴啊，共用卫浴，来方方正正的客厅，两面靠窗。采光通风相当好啊，第三间房间做了一个啊设计感，双边拉门啊，第三间房间好，这间低总价啊、哦，在富隆商圈啊，其实来讲，在中华东路这边啊，离后甲演馆也很近，富隆商圈哈、啊，这边是个商圈，低总价，价格相当漂亮啊，低总价啊，那一楼的电梯滑下，管理费才800块，三个房间都方方正正，客厅很大。啊、哦，很漂亮，这个一定要看房子，赶快买下，低总价。